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中港慈玉宫位于竹南镇医省，相传创庙迄今有300多年历史，是苗栗县最古老的妈祖庙。中港慈玉宫是一座通面宽七开间，三进两廊带左右两户龙的合院建筑，约始建约于乾隆48年1783年，主祀妈祖，每周三妈，正殿大妈、阮生与二妈。所在的中港街聚落是汉人移居竹南地区最早垦拓的地方，其后发展为兴盛的河口港市。中港街是往来艋舺与鹿港之间的交通重镇及货物集散地，妈祖信仰也因此随着移民及河港贸易传入。中港慈玉宫创建至今，历经易的重建与增建的过程，其中道光18年1838年，因元庙基地低洼，每逢天雨即苦于水患，因此易的重建于现址。日治时期于大正年间，因庙宇年久失修，栋梁失朽，因此完成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工作。目前建筑规模宏大，香火鼎盛，加上寺庙管理委员热心地方公益，配合元宵、中元与中秋办理应景活动，让中港慈玉宫扬名全台。本集就分享到此，谢谢您的耐心观看，这里是爽玩368市区乡镇频道，我们下集见。